各位好，我们即马开始上课哈，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各位学员，大家平安，大家好。好。恭喜恁知影通来这个受这个高级班的训练哈。这才是真通欢喜的代志啦。你哪来有读过？啊，恁就知影讲这个到底是安那？是民政府到底是咧讲啥？我恁今仔高级班来已经是两日上到即摆，即个了到中昼十二点嘛吼。十二点过下昼，敢若像秘书长阁讲一个国际现实安尼啊。所以咱学到遮吼，差不多要告一段落啦吼。这个段落吼，我今仔这个课是要甲大家做一个安尼总整理，互你头壳愈清楚这个台湾民政府这个法律到底是安那。头较袂讲，你若无做整理吼，你跟普通人咧讲吼。人犯了，甲你问啥，你人讲无落来，哦，足侪种啊。我头下嘛是安尼，到尾一直去整理，一直整理了，即摆要讲啥吼？所以秘书长有交代啊，那迄个乌白迄跟你花的迄吼，迄安那，爱搁跟伊接，搁跟伊争无，卖杂伊啦，哦，咱用这个实在的法律，讲好嘿。我本身是一个医生，我是一个医生啦吼，啊，不过。三四个月前吼，食老唔认老，我73岁啦吼。我食老唔认老吼，去跟人搬物件，我印表机迄、那个少30几公斤，伊也搬一个闪着吼，椎间盘拄啊第四目第五目凸出来，多一个月。所以我即摆也搁咧恢复中啦吼，是拢好势好势啦。我今日万一等下甲各位原谅一下吼，我脚上酸吼容忍我坐下来讲了哈，可先搞到位安尼嘿哈，谢谢。我吼，我是安那开入来民政府呢？我想讲，我用5分钟来讲这个，我是安那开入来民政府。我做新老病院院长吼，10多年吼，伫退休的感恩礼拜的中间吼，退休感恩礼拜的中间，这听无台湾话的声，也我知影一个。台湾的听无哦，有一两个也好，几个也伫遐嘿。我尽量穿插一下了哈。我在5年前我退休哈，感恩礼拜总会有办一个感恩礼拜，感恩礼拜哦，普通这个教会仪式哈，拢爱伫90分钟完成啦。其中有一个我的朋友哈，对台北打电话，我伫台南嘛，基督教新罗医院是在台南，台湾最早的一家医院，现在是149年了哈。台湾第一间西医院，只有90分钟的那个仪式哈。我这个好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庄院长，我要下去啊，给我3分钟的时间讲话。”我讲：“我们总会的规定，基督教长老教会总会的规定，90分钟呀，已超过了，摆袂落去了。”爱讲阿边啊，你若落来参加，我哦，会当来甲参加，都甲斗欢喜。我要退休，要脱出这个苦海，脱出这个苦海了。但是没有关系，没有讲话。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给你，就5年前他就下来了。下来以后，感恩礼拜完后，他告诉我说：“庄院长，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给你。”我讲。我做医生做40几年了吼，我即马退休吼，你嘛得啊，好啊，真正享受一下退休的生活了吼。伊讲不行，你一定要接受这个任务。阿公，要我做啥呢？要我做卫生部长啦。我讲行了，因为我虽然我不是民进党党员的吼，不是建国党，我都从来唔捌加入党啦。国民党嘛是共款，我伫成功岭的时受训，阮迄年吼，我剩一两个无加入国民党尔啦，因为你知影伫大专训练去成功岭，若无加入国民党安那，拢叫糟蹋呢。我无要紧，甘愿我互糟蹋，我来满操啊，吼，甲我派去满操，我甘愿啦吼，我无加入，我毋捌加入党啦。毋过吼，
那伫台南市吼，民进党咧，什么选什么选，阿扁啊咧选啦，什么选啦，拢甲掠做头前去演讲啦，啊去干扫街路啦，啥拢掠我啦吼。啊，所以讲我是迄个绿色团队主将啦，拢甲讲安尼啦。啊，伊想讲哦，我来参加这个，我伊甲用这个，啊，我这个朋友叫做什么人呢？姓陈啦，陈振模先生啦，哦。伊是我的校友啦，我这个长荣中学，伊给我一概念啦吼，哎，阿公，你一定要出来，我阿公，老兄，饶命，好我吼过一个较爽快迄个退休生活一个吼，啊你啊我就加讲饶命的吼，啊加算古早机啊，就我到今五当也毋捌见着我这个。老兄弟陈仲谋先生啦吼，阿姨虽然离开我，唔知影是甚物啥，但是我找一个机会，一定要过来找伊，为着民政府的代志。啊，我就此以后，我就看这个民政府，我也冇来参加过了。五年前，啊，我就过着我的退休的好生活啊。啊，我九点困，暗时我无应酬，也无看电视，也无看报纸，九点困，啊，四点就起来吼。啊，就起来四点透早起来做我足侪安尼家己爱做的代志。啊，我去买一台小游艇吼，一只游艇，啊，放伫安平港，台南的安平港。啊，我一礼拜出港出两摆。啊，我袂晓钓鱼，可是我开船啊是咧 enjoy 咧飙船啦，我拢用飙船的。哦，我会当开足紧啦，我迄台船啊会当开足紧。所以台南遐船啊，我迄只走上紧啦吼。我会当走到几侪，你知无？五十节是算开是差不多啊，迄个钢筋的吼，迄还阁捏我捏袂到啦吼，哎，迄个超七十五公里嘛吼，超七十五，迄船啊伫遐，四只船啊伫遐走足紧啊，我一礼拜出来出两摆，啊去坐两点钟、三点钟啊就转来吼，安尼啊就无代志，啊我去引一个头路，哦我逐摆爱滚球，我去引一个头路，无钱头路啊，是啥？我管查囝讲，啊，你迄两个囝咧上国小吼，我阿你再上下课，哦，啊，就进一个头路，嘿，啊，我有这个头路啦，上下课，啊，不过吼，我甲各位讲，这两块吼，吃我道道，你唔知吼，吼，大家都听有啦吼，真正吃我道道，阿公，我要骑马，啊，你就乖乖啊，拍拍咧。哎，讲哎，你院长阿凯怪甲嘛？讲啊，这欢喜感官的嘛吼，哎，孙啊，你要创啥？这欢喜感官的啊，哦，欢喜个啊，就拍你哦，哦，当么骑马啊，足爽快了吼。啊，我呢过下这个啊，你好，足好的退休生活，直到差不多要个两年多，快三年，两年多以前哦，我接到一张美国来的迄个 mail， 迄个 email， 啊，寄一个影片给我看的。神力啊！个，加来啊！我看，啊！你讲迄个民政府的代志啦。啊！我这是就我的同学寄好啊。啊！寄来讲，迄内底有一个迄个回应的台湾人。啊！迄个回应的台湾人是伫美国足情的台湾人啦吼。伊是哈佛大学的主任教授阿哥啊。迄、那个对精神遗传足有名，世界权威足有名，然后啊，底下咧做回应啦。啊，我看一个讲，吼、哦，啊，这个也刚出来咧做回应吼、哦。这个警告单拢，若讲到政治拢唔敢插的吼、哦，因为伊捌去用吓惊着。伊当时伫30年前做台湾 Children Foundation 台湾儿童基金会的董事长，当然为着去做迄、那个有台湾之力吼。哦30年前你知影啦，台湾 Children Foundation 都袂得啦，中华民国政府的个镰刀都小，哦，调查站就一日找镰刀的人，找做，逐日都哦，一礼拜找两三抓呢，啊，我就是去用找的，啊，迄、那个是阮乡呢，阮大哥啦，我讲嘿，啊，连你也敢出来遮咧讲这个吼，啊，我从对迄一日开始吼、哦，我从。将咱的迄个，咱的林志升秘书长，啊个声调无个，哦，啊个迄个美国啊迄个，我逐日看，我都头下看3礼拜，本来拢九点就困的，人煞拢逐日通宵无眠无日一直看，看甲研究了，我讲真正
台湾都剩一条路呢，啊，我人跳入来，吼、哦，哎、欸，跳入来，啊，发烧发到即摆啦，吼、哦，哎、欸，发烧发到即摆，哎、欸，因为咱在座每一个人，拢有一粒啥，疼台湾的心，哦，那个秘书长台湾讲爱台湾，你叫共会，因遐嘛就爱台湾啦，吼、哦，哎、欸，但是咱台湾人有疼台湾的心，哦，这。疼啊，甘爱无啥共款。那真正疼台湾的人，为着台湾什么代志，都有法度啦吼。啊，这是我安尼，所以我研安尼电脑安尼研头读要到一个月，上所有资料对头看到尾啊，头几啊摆，讲哎，真正这啊，所以才跳入来吼。啊，所以我上吼，今仔日要上课，我将这个恁最近所学来吼，啊，我甲你浓缩起来。啊，互恁会当虽然讲个拢大家有讲过，但我甲恁浓缩起来，互恁会当较理解、比较了解一下台湾民政府的法理根据。我们现在是要谈的是法理，不是感情用事，不是政治语言，哈、哦，那个都没弄不好了，哈、哦。啊，所以对开始的时候，我就简单讲这个，咱咧做这个，我们在开始的礼拜的时候，哈、哦。我开始做仪式的时候，一定要唱几条歌，三条歌。我今天要讲的是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了哈，哎、哦欸，这用这个题目，台湾到底是什么款地位？哦，我们要整理一下，让我们大家都清楚一下，我们现在台湾是在是什么款状况下了哈。哦这是啥 ？TCC 是啥？对哦，台湾西部 government 哈、哦，就是台湾民政府哦。这所以恁若看到 TCC， 都要知影这就是台湾民政府。这个西部就要紧呢，不是进未使直接讲台湾政府哈、哦。台湾政府恁若这么讲哦，诶，国民党政府若要甲你抓是要有法度哦。啊，恁若讲 TCC 哈、哦。伊无法律，因为现在我们的上面有一个 USMG， 我等下会讲的 USMG， 美国的军事政府诶，咱是伫下骹，所以迄个台湾政府无在刁难啦，吼、哦，诶、欸，无在刁难哈、哦。好啦，啊，来开民宿，我多只讲咧，拢有唱三条歌啦，吼、哦，啊，第一条歌是唱啥？这是。Extra song 哈 ，Extra 是出来给记的哈，临时国歌了哈，而且临时国歌哈，哦，咱不是咱伫地方政府啊，是咱伫遮个共款，拢爱唱这条歌，啊，这条因为以后咱都爱去做这条国歌了哈，啊，这条我要甲大家讲，就是讲哈，这个是安那个要唱这条歌，迄内容伫遮了哈，这是我的土地，上帝给我这块土地，让我勇敢。在这古老的地方，当朝阳照在丘陵与平原上，哈，我看到一个孩童可自由奔跑的地方。哦，这个歌是咧讲哦，讲到这自由的国家，啊，咱的子孙会当安尼，哦，很自由的安，安感觉足好足好。所以每一个国家的国歌，哈，都是在讲自由，自由，这个非常要紧，哈。这个自由啊，请牵着我的手，带领我行遍这土地，带领我行遍这可爱的土地。我虽然只是平凡人，只要你在我身旁带领我，我知道我将会变得更坚强。将这土地变成，将这个土地变成港。如果咱俩必须战斗，我将会奋战，将这块土地变成自己的家园。即使奋战至死，这是我的土地。哦，哎，咱唱出来国歌的意义是，这是临时国歌吼、哦。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讲，等下我还要讲国歌。咱若有熟悉吼，别日那边那个这一条是临时的，咱制作一条咱家己的国歌哦出来吼、哦。我是先用这给咱做参考吼。啊，第二条日本国歌嘛，是安那开始唱日本国歌。台湾这个土地是谁的？日本天皇的啊，讲安就对了。啊，所以爱唱这個日本国歌了哈。啊，日本国歌32字尔啦，吼、哦，
起咪个要我吼，这32年说上帝的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家吼，1914年啊到1945，1945日本天皇投降吼，啊，这个国家就人丁会址，叫麦克阿瑟会址，啊，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1999年，他才恢复日本国歌呢。这个中间，伊这条国歌唔好唱啊。伊日本就是算伊唔好咧唱歌，所以到1999年，到到今仔日啦吼，啊日本32年啦吼。啊，我来各位问，全世界上第一条国歌是什么国家？你敢知影？伊32年，唔是啊，也唔是全世界上第一啦吼。全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吼，我写你这，你们在看我无？乌干达是乌干达，好、哦，我个再过两半个钟，25秒呢啦，25秒呢，吼、哦，乌干达25秒，是嘞，25秒，啊，伊这个吼，伊有版权呢，你吼、哦，我若他们家个放伊个国家，我就去要罚钱呢。啊！你当恁兜家己听，未罚钱啦吼。迄个，咱未上当啦。有迄个权利的吼，你就未使去个公开个放送。啊，所以我无法度当公开放送吼。啊，这日本国歌，啊，我过来第三条是安那较要唱美国国歌。哦，对，吼、哦，咱大家拢知，即卖咧甲倒复习。台湾这块土地，根据《旧金山合约》第23条，哦，台湾是被占领地哦，咱哦在头壳拢爱清楚，台湾是占领地哦，吼、哦，啊是一个想占领的美国，啊，所以咱搁唱美国的国歌啦，吼、哦，我甲翻译做中文来。啊！伊这个是看英国，以前伫美国看英国也咧战的时阵吼，对英国要独立嘛，啊，所以看英国拍架的时阵哦，啊，到尾讲哦，那些碰碰球、突然碰碰球啊，在我军碉堡上哦，啊，炸弹轰轰作响，啊，这么天跟国旗安然无恙，你看见心跳不是在高高的飘扬，在这自由的国家，勇士的家乡，每一个国家，他们的标榜就是自由，哦。我用这個要给咱各位知影讲，诶，别日啦，恁若有好朋友音乐的吼，啊，爱知影这個、要我做这个台湾国的国歌，咱真了无咧，啊，免做较足长啦，短短也得，啊，吼、哦，元气较好，安尼吼，这是美国的啦吼。诶、啊，咱的东兴有做一条这个歌呢，这个台湾日食美战曲，我那个用这干破来看哈。台湾日食美战曲，这是一个梁海伦带伫德国的咱的东心吼。梁海伦，来，咱做位来唱，来。南岛书简发完，地名叫霍莫萨米雷岛，外邦吞达是过去，今日邦人子弟出头天，感谢上帝赐咱旭日。照风局，旭日，迄日本嘛吼，迄、那个日本迄个圆圆的迄、那个照风局，是安个风局？日本的国徽是啥物？樱花，敢是？唔对，日本的国徽是菊花，菊花是日本的国花了吼。啊，所以即讲，迄、那个照风局，感谢上天停咱北京央美军美军美。美，这个美，日本的拢写美国句吼，是写不是写美，迄、那个美，写美国，吼、哦，美国吼，拢、哦、写美国哈。啊来，坚心勇敢站起来，创造咱的新台湾。哦，伊这条歌我现在一直要提出来讲，这是古尼达这个正月，今年的正月刚打做的啦吼、哦。啊，因为这吼、哦，爱讲到这个日食。美战，这就是咱的精神在遮嘛吼，咱一定，唔是讲哦，即卖足侪人啊，讲干那美国无日本，这条歌会当唤起咱讲这个日食美战，啊，这条伊做甲真好听呢，讲
南都书建法官地名叫佛摩萨弥勒多我帮吞大西过去今日帮人住地出头天这个帮人哦不是建国哦吼呀把你来看日本做邦联啦，日本国啊，一个日本啊，一个台湾做邦联嘿，这是咱今年目标是变做日本的邦联吼。说头天啊，各个在七点七点叫做音乐上叫做 star cut， 哎跳了跳了，感谢上天，虽然属的交响曲，感谢上天，天然百姓用美军。更新勇敢站起来，创造咱的新台湾。好听哦，这就是我用这条意思要和咱讲，这是日俗美战，这要加强咱的印象哈、哦。未使无这个美国哦，哈，啊，无这个日本哦，哈，这。哦，这条就是那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拢用这条做临时的。国歌啦吼，可是这条翻唱啦吼，这条哪样唱，做来唱一摆来。太平洋西南海边，美丽的台湾水星，早前受我帮统治。建国大地出头天，共和国宪法的基础，四座古面顶三叶座，人类文化世界和平，国和民向前。当现在念，这条做十外冬啊啦吼，做十外冬啊，长老教会那咧唱这个爱国歌曲哦，拢唱这条啦吼，这条叫做《台湾翠青》啊，这个作者是迄、那个，迄、那个萧泰仁，咱知萧泰仁是咱台湾人，国际最有名的迄个作曲家吼，这个萧泰仁，伊有时候伊给我两届。你中央中央给我两届萧泰仁呢，啊，我有甲讲吼，你这条歌吼，无法度做个歌啦，因为建国吼，阿哥也歹表现，啊，什么歹表现的？伊个太平洋西南海边，就用平江音去看呐，美丽的台湾翠青，伊个用鼻音在做尾啊点啦，你若尾啊音嘛讲啊，哦，安尼啊，继续好，我强调一下吼，啊青啊边，我有甲讲啦，伊讲别日啦，拜托咧，唱做一条国歌咧，吼、哦，台湾国咧，伊讲无法度啦，伊最近身体歹啦吼，不是走爱迄个伫美国啊。不时进出交互病房吼，伊讲无法度啦，啊，所以我提这出来吼，我等下佫用过来国迄个吼，就是讲台湾国歌，我用这个了足侪时间咧讲这个吼，就是要各位知影讲，这个爱做一条台湾国歌，啊，用这个，吼，咱有好朋友，啊，叫伊安尼，咱吼叫秘书长的估计吼，差不多佫十个月。可能就会接政权啦，吼、哦，十个月、八个月到十个月，秘书长拄啊只有搁再搁强调一摆，我伫楼下甲伊讲话，伊搁强调一摆，啊，我足烦恼，我等下讲足烦恼的理由互恁听。这自由吼、哦，咱大家等于知影哦。我们今天来受训，你有好朋友的话，有音乐素养的，慢慢做，爹爹也得，唔免做到什么哦，什么外坡，什么简单扼要，啊，好听好唱就。哦，当作台湾国歌哈，用这自由前提下，啊，你要看足侪国家因，哦，而且是英国的国歌啦，吼、哦，啊，加拿大的国歌，啊，澳大利亚，吼、哦，啊，个迄个啥，纽西兰，我这边上这拢是讲的是啥，英国国协嘛，吼、哦，英国国协拢总有几个呢？
诶，无伫遮。哦，纽西兰嘛是拢用这自由之境吼，这纽西兰啊，纽西兰也一个迄个毛利族的话语啦哈。来，遐三条歌唱了，咱就一定爱读这个嘛哈，读这个哦，两个主张啊，两个立场，这是咱的主张，这是咧总结咱的，所以咱大家做伙来读这看卖咧。来，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来，用台湾话来讲，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台湾政府的立场是无使用暴力，也是武力，作出各种方法，让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第四点，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中国对中国殖民政权政府推动事务不合作，也无要配合。哦，这就要紧。咱的两个主张。啊，两个立场，这个表现讲台湾政府到底是啥哈？诶、哦欸，我来，咱这个台湾民政府人士哈、哦，有一个迄个中央事务局，啊，有一个中央政治局。啊，恁今仔日各位毕业了哈，各级班了，阮就会去找恁，啊，是恁家己主动来，阮会甲恁通知。啊，入来好，要排迄唔知影要接一个政府哦。所有的局偌济，你敢知影？你啊看，来我简单讲，台湾内阁政府、内阁本部，啊，啥本部、内阁本部，就啥物，故宫博物院啦，啥物啥事务局、消防总局，足济的啦吼。这拢系，啊你呐，像这咱正个排几个，排三四个尔，去吼，会叫人笑死啊。上少人，比如讲派你去中央银行，啊你去中央银行，你四五个入面尔，只有会当。主管咱抓嘞，啊下骹公下骹遐家拢继续留嘞，啊遐主管甲抬抬起，啊你若无找，我即摆讲这個意思就是要叫恁吼，知影讲吼，爱找你的黄贴嘞，做伙来受训，别日来甲你派去，你会当讲哎，有人通烧经啦，吼、哦，啊无你家一个连用出事转来，你就连咩话，啊、哦，这重要紧哦，啊所以秘书长咧讲，八个月到十个月要接政权，吼、哦，我做总统事务局的委员长啊，我烦恼甲要死。人无够嘛？你看，真正人足无够的吼。啊，你看，这个什么人事考全局啦、国际事务局啦、文科省啦吼，这教育部啦吼，啊，劳动省啦，什么啊，我需要人足多啦。啊，你看我会烦恼啊未？我做中央事务局委员长，啊，佫过来佫一个政治局嘞，吼、哦，哦啊，妇女会这拢伫内底啦，妇女会啊，什么司法个、什么法制局，什么诶、欸，中央要接的所在，要接一个政权。足多人咧，啊！秘书长甲咱讲，教咱一期教拄啊3000啦吼，还佫欠1000，啊4000人来，还佫无啥教啦。我这张咱这张人事表是差不多2000个的选用的啦吼，哎、喔欸，哦，啊，即摆这迄个政治局啦吼，哎、欸，迄、那个哦，咱即摆这个副委员长老先生也徛伫啊，老副委员长也徛伫啊吼，要欠的人吼，那阵圣经咧讲的吼。要实吼，要做实的，也欠足侪人啦，吼、哦，诶、欸，各位，你唔通想讲你今仔了，啊，你就当派去，啊，你若无各一个，你会换贴的，你会什么人做伙甲你派去啊？你有才调无？无才调，哎有你换贴的，啊是什么？你上亲信的，赶紧来上课，剩1000名尔，啊你来，唔该当，好、哦、来，哦，咱两个做伙派来迄个法制局，啊，咱两个。派来中央银行，看钱甲跌落，安怎？唔要，正山的吼，台湾民政府啦，外哥是正山吼，你知影啊吼？秘书长讲的啊吼，所以我直接正式甲各位讲，赶快你再邀请你的至好朋友、最好朋友，或者你的亲信、你的谁、你的亲戚，您见一下，赶快来，因为有经过中央受训的，经过高级班受训的，才能
做正式的高级公务员哈。啊，那拢无迄哦，到尾派工派迄个旅长、旅长、连长了哈。连长还等你哈，每个州你向每一个州赶快去报道，好回去以后报道每一个州啊，去参加每一个州的聚会啊，你就将你希望做的事情你告诉州长，州长会帮你安排。好啊，所以我用这出来，我就是讲，我们的人还是缺相当多了哦。你看那么多单位了。哦，什么什么海关总署啦，啊，什么什么取案的，什么转型正义的，哇，那个要接的机构实在太多了。我各找各位，我反正我可能还招了啊，我人员不够啊，我要派的人无够人，我派啊，吼、哦。所以我用这正式上课，跟恁讲这個，就是讲恁叫赶紧叫恁的亲信，吼、哦。我讲强调几多摆，叫你的亲信换贴的，紧来做啊，吼、哦。哦，什么海巡总署啦，什么警政总署啦，什么现在哦，这足侪爱接的啦吼。哦，啊，佫足侪佫好，拄啊，正迄时啊，你甲你讲吼，你还是下个礼拜就是每两期普通班啊，就有一级高级班哦啊，所以哪边来赶紧先上课，然后高级班上了以后，你就取得这个。我们的公务人员资格哦，也让这老啊，你叫他少年的来，越年轻，这老也让这他三四十当了哈。啊，那从咱这个来做十当啊了的，都嘿哦，卡无菜了。啊，叫他年轻的来参加了哈。哦，大，哎，对，愈量愈多哈。哎，把你那接见官哦，哦，我就烦恼啊，我直接个各位拜托大家，再找你们的，赶快来，好、哦，让4000个赶快到啊，能够人员分配。我这个是一半的时候，2000人的时候做的表哈、哦，做的哈、哦。好来，目前台湾的国际地位，台湾不是国家，有没有人反对？没有，大家都南来上课初级班，然后高级班上课完了、哦、两天，这是最后一堂课了哈、哦。哎，台湾不是国家，这是2004年十月鲍威尔，哦，这个、鲍威尔，伊伫迄个中国的迄个北京，伊伫中国的北京所讲的话了哈、哦。来，讲起来，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台湾不是国家，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哦，这明明标示安尼哦。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哦，美国要定这个台湾关系法，有甲咱台湾人讲半项无？无，伊是美国的迄个通过啊，迄、那个参议院、众院通过，是也 TRA， 这叫做 TRA 啦哈、哦。台湾 Relation Act， 台湾关系法，关系是 Relation， 台湾 TR 是 Relation， 啊 Act 款 TRA 哈、哦。好来，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哦，啊，现在由台湾治理当局代理中，这你们在看有无？是美国的管辖哦，啊，什么啊？是什么人来代理？台湾流氓政府，对，流氓政府就是。伫英语吼，写讲台湾治理当局，伊无讲中华民国，美国已经将中华民国伫迄、那个伫地球上甲消灭了。哦，真正你若看迄、那个要去，你若等下等伊，啊，你去网络上甲看要签证 ，AID 的签证，绝对无 ROC 已经无去啦吼。伊干呐讲我做台湾治理当局呢，英语叫做台湾 Authority， 又伊即个咧代替美国。来管理台湾了哈，以及代替美国来管理台湾。台湾治理当局，无叫 RC， 伊叫做啥 ？Chinese Taipei，Chinese Taipei 叫做中华台北，对不对？哈啊，但是一般的人，你若无来上课，你敢知 Chinese Taipei 咧讲啥？你唔知影啦 ，Chinese Taipei 是中华台北。啊，我台南人，啊是啊，看，刚才恁台北人在抢恁台北呢，啊我台南人，我高雄人，我台中人，是啊，那个恁台湾都无出一个阮的名，哦，伊这个是啊，那个用台北，恁知影嘛？哈、哦，到问长诶，
都要用城市的名字，对不对？哦，流亡政府要用城市的名字，就是中间才给你选起来，像啥呢 ？Chinese government exile in 台北 ，Chinese 台北 government 是政府了哈。啊，这里来，这个这里叫做 exile， 来，大家做下来，是不是 ？exile 啊，日本人读作 exile 哈、哦，日本人读作 exile， 英语来读作 exile， 流亡，这里要做流亡哈、哦。啊，所以讲啥？中国中华台北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流亡在台北，熟悉的名字是安尼呢。哦啊，所以人讲强尼是台北，强尼是台北，是咧讲啥？哦，中华台北，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哦，名称是安尼吼，复习一下啊。强尼是台北，真实的名称是这样。中华台北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取其头尾缩写，这个名称是精准展现中华民国 ROC 在台湾国际上的真实法律地位。哦，实在是 Chinese government exile in 台北，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哦，那呢，咱做一个复习吧，整理。啊，你若去外口都无来读，唔知影，什么叫做 Chinese 台北？啊，中华台北啊！啊，咱即卖咧拍球吼，哦，中华台北，中华台北，迄是中华台北，唔是台湾呢。即卖咱来上课了，即个中华台北啊，甲台湾，你都要甲分落较清楚了吼。诶，即个吼，即个就是伊伫2004年10月25号在。北京哈 ，a conference， 哦，台湾不是独立，台湾并不享有主权了哈。好来，啊，搁一个公开，这是过2004，这个是伫当时嘞，两年前讲的，这个哈，这个是什么人嘞？这个是卫生局，原来是讲卫生部长了哈，但是卫生部长搁兼那个 public human service 人类服务公共服务部的现任部长哈。伊就是，但是伊是李孔孔三，这查某是查某。李孔孔三到李孔孔就是做 Kansas， 反正做Kansas 州啦哈，免得讲堪萨斯州，堪萨斯州诶，迄个州长哦，伊做六七当第三个六，做州长哦，伊毋是干那简单诶哦，伊要做 Kansas Severus 哈。伊吼，伊伫李孔孔伊两当前伫迄个日内瓦吼，啊咧开世界卫生大会的时阵，世界卫生大会叫做我等下讲，叫做 WHA， 啊，世界卫生组织叫做 WHO， 啊，我等下讲 WHO 含 WHA 安怎分别？啊，我做院长的时阵，我六七当拢带队去日内瓦，啊去抗议讲台湾啥较袂当入去联合国抗议啊。哦，我去六七档呢，啊，到尾入来遮，我啊必须都讲啊，拢嘛厉害。你无要较早，我知影讲台湾唔是国家，啊，唔是国家，卡那都袂当入联合国啦。啊，起步拢假的啦，吼、哦。我六七档啦，我带足侪人去嘞，吼、哦。哎呀，遐假，即卖啊，剩即卖联合国遐个特当咧去吼，还敢袂当？你不都不可能吧？那不是国家，怎么加入联合国呢？哦，哎假啦，我带六七档去嘞。啊！我带队啊！阿扁啊，为着要让我去，迄、那个国家派做行政院顾问，我领队呢，吼。因啥阿扁也感觉足好啦，吼。阿扁啊，迄枪伤的时候，我嘛伫遐咧个听的，啥吼。我有那伫内底，伫虽然是奇美医院，啊，我是新罗医院院长，我嘛伫内底四个医生，四个医生了嘛。啊，我伫内底，所以阿扁也感觉足好，派做迄个行政院顾问。啊，卫生署的什么审查委员，我带队去日内瓦，啊，拢假的，拢假了的哈。啊，伊这个讲啥呢？这个西贝鲁斯哈，伊在 WHA 上说哈，我们以很清楚的向世界卫生组织表明，而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没有一个联合国的组织有片面决定台湾地位的权利，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台湾的地位，因为现在台湾是我美国这占领的嘛，你们都没有权利。因为那一年两年前，台湾是用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卫生部长啊更小，伊用那个
你要做观察员的呢，吼、哦，用中华人民共，哪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卡的，当个即卖，从迄、那个、迄、那个民国39年就会当，就会当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迄、那个、台湾的观察员来嘞，吼、哦，当个60-70年，吼、哦，伊讲较足清楚，恁大家拢，恁每一个国家拢没有权利讲台湾的事情，干哪，恁别，我爱查某，别当讲恁别。来 ，WHO 和 WHA 哈，安那分别的哈 ，WHO 是 organization 是机构，这个是 WHO 世界卫生组织，啊 WHA 呢 World Health Assembly 是咧开会啦，啊所以 WHA 是世界卫生大会，啊一当开一摆，啊拢伫5月母亲节了，迄个礼拜咧开啦，每一当啊拢总194个卫生部长来啊开啦哈，来啊咧开开啥开。WHA， 好、哦、啊 ，WHO 是一个机构，一个机构啊。啊来 ，WHA 是就是啥呢 ？WHO 诶最高权力机构，也会去设立瑞士的日内瓦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例行会议，其职责主要为审议 WHO 工作报告、预算、新会员国的申请加入。我哩阵拢哦，大白去用台湾的名啊，用新名，拢要搞哩，拢无法度了吼。啊进。拢总有194个国家啊，所以有194个卫生部长，你记得这个时候五月的时候都要到日内瓦去开会，开什么会 ？WHA 哦，咱即番分好清楚 ，WHO 啊含 WHA 的分别就伫遮吼，哦 Assembly AA 哈、哦、会议哈、啊，来台湾今天抽的几箱诶？无啦，是住伫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诶。哦，那咧选举咧政治语言，吼、哦，还是感情用事讲。哦，台湾是台湾人诶。我无爱咧选举，咱嘛得用这政治语言，爱用感情用事。咱来读这是国语班，我们一切要根据法理，唔是咧讲爽诶，唔是咧讲哦感情用事啊，政治咧讲爽诶啦吼。啊，台湾是台湾人诶哦，什么什么什么，哦是哦是哦，牙秀诶，不对不对哦吼。诶、哦欸，咱今晚就是、来，诶、欸，这个 Ambassador Hotel 是倒位？大家知影无？啊？诶、欸，好，咱秘书长一日定咧用这个，有听到讲国宾大饭店无吼、哦？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哦，这就大家知影了。顶面迄、那个，顶面迄个台湾是住在台湾的人诶，大家讲是哦，是哦，哦，啊，若到这了，就大家会讲，诶，不对，因为是安那，你有迄个主权，你有土地迄、那个，你有迄个所有权状无啊？啊，你有经营权无啊？啊，你住伫台湾，哦，住伫台湾，你就是台湾，就是你的，袂当安尼讲嘛，吼、哦，诶，咱即摆上课了，吼、哦，就是知影这個，哦，我爱讲较紧咧，我剩半点钟咧，讲袂了啊。我这资料拢超过2点钟，较早拢2点钟，啊，即摆摆较短吼。来，台湾的时候讲，我们要从法理及国际条约来找啦，未使安那，未使干那用迄个感情因素、政治原因哦，那么需要哦，现在不能用这个了吼、哦，要用实际的法理、国际的条约哦，有国的，来，阿伯推推去找，来，我一个这 people。On Taiwan, can people of Taiwan 差别伫在？来，我来讲第一个吼 ，people on Taiwan 是啥？住伫台湾的人，马先生，伊嘛是 people on Taiwan， 对不？也是哦。啊，咱呢，咱是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正港的台湾人啦。这有分别，一个英文简单一个 on， 啊，一个 off 哦，天差地啦吼。一个 people on Taiwan。啊，一个咱是 people of Taiwan， 吼、哦，这重要紧啦吼。咱来搞，来，即卖讲台湾这块土地是谁的？是不是荷兰的啦？啊，是什么西班牙的？啊，是对？迄拢古早来占了就走，占了就走，伫国际上拢无登记的。这块土地本来阿国过来乡的，清朝的呢，吼、哦，清朝的殖民地。清朝的殖民地，啊，当时甲变色，来，
1895年4月17日，就是马关条约了哈。日本叫做什么？下关条约，因为爱用迄个伫岛屿定条约，爱用迄个所在的名。啊，人日本叫做下关哦，所以才写公职下关。啊，中国都甲写个马关哈。这个马关条约是由会记哩，咱前到今拢敢讲，互日本落日本，是天皇对天皇咧，土地咧写啦，会记哩哦，天皇对天皇对皇帝啊，皇帝对皇帝，靠管理人用这土地啦啊，所以是大清帝国的大皇帝对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哦，两个签的哦吼，这古早拢无甲咱讲啦吼，后来啊，这是原文啦吼。马关条约的原文啊，拢是大清帝国大皇帝跟大日本帝国拢咧签约，拢是皇帝对皇帝咧签吼。后来啊，这永远割让于日本。我即摆用一个表来，这个马关条约、下关条约拢总有11条啦吼。啊，是咧讲啊，这是李鸿章，啊，这是李鸿章的因第二囝吼，李清芳是李鸿章的第二囝。啊，含伊藤博文因两个第一条讲啥？拢总11条，第一条讲啊，朝鲜完全独立了，就是日本要去占了吼。啊，第二条吼，咱较上个第二条，将三个所在，将三个地方给日本天皇。什么地方？第一个，辽东半岛。我们以前读的教科书没有写辽东半岛嘛？吼。啊，第二个是台湾全岛及所属各岛，第三澎湖，吼。啊，所以三个所在，和日本哦，和日本皇帝哦，吼，三个地方给日本皇帝了，吼。啊，在那哦啊，就民工了，印度慢慢尿了哈。啊嘛，人嘛讲吼，两年内哦，你若要带台湾的带，啊若无你会使搬走嘞，厝袂卖嘞。啊，两冬后你若无搬走，你就是日本臣民了哈。哎，那么要时间嘞哈。我用这讲两冬，就是要等你讲后壁。这拢免讲，这6条、7条、4、5、6、7、8、9。来4月17哈，1990年4月17，下关条约。啊，唔过吼，因为下关条约关于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是违反国际法，是啊，那个违反国际法。你复习了，领土是袂当割让的，所以啊咧，固有领土神圣不可分割，所以俄国联合法国、德国提出抗议。日本爱交还这块人的领土，殖民地也可以割让，领土不能割让。辽东半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能割让。台湾澎湖是清朝的什么殖民地，所以可以割让。所以就讲啊，人的固有领土收回来，收回来，收回来，我赔钱啦，赔3000万啦，来。土地有两种，一种是叫做 colony 殖民地，另外一种叫 territory， 就是领土。两种了吼，殖民地啊含领土啊，咱个形容词会用足侪啦，什么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是讲固有领土，啥都是拢领土啦。啊，领土就未使割让吼，啊那殖民地可以割让吼。来，你看，这东西，台湾是1895年台湾是殖民地才可被割让给日本。啊，1898年美西战争，西班牙战败，啊，将波多黎各、库巴、关岛、菲律宾等殖民地割让给美国。殖民地都可以哈，咱这边是观念，殖民地可以割让，领土的话不可哈。这个咱有看过啦哈。讲那是只台湾，台湾古早。清朝占的是干，啊，后山家拢原住民占的，伊就管袂到啊，吼。今天我想今仔日，这是日俄战争啦，吼，日俄，日本敢是，跟中国战争吼，1895年、1894年也算占领中国，啊，佮10冬后占领俄罗斯啊，吼，俄罗斯啊，佮10冬后啦，吼，台湾跟中国战争，啊，佮10冬后。日本跟苏联战，啊，一个手牵着个咧，叫日本兵甲起个，啊，所以苏联吼，我讲这個、我免去看讲，苏联干来撩啥呢？撩库页岛呢，一半呢，啊，剩呢，
科长的拢是啥物？旅顺大连啦、啊、斗鱼县，拢科长唔是因兜个啦吼。伊讲科长一个，科长一个迄、那个，迄、那个科长一个家人啦。库页岛集集附近啊，该出的一半啦。你罗正坚科长库页岛一半了啦，医疗的土地啊，剩的拢科长中国遐啦，遐管理拢占去吼。诶、欸，这是五十多，就是这即地是库页岛，啊，加中国，啊，加西伯利亚 （Siberian）。哦，啊，这块岛一半和日本人啦，哈、哦。哎呀，啊，什么旅顺大人家，我想卖讲了，因为，哎、欸，来，北方四岛，我用这边来讲的是北方四岛是啥呢？来，加 A、B、C、D， 哦，北方四岛这四地，啊，加日本，哦，啊，北方四岛 A、B、C、D 四地了，哈、哦。啊，这一地啊，呢，这一地啊，变了呢，啊，这大地，这个较大地吼，哎、哦。欸迄个苏联甲日本讲，啊不 ，A、B 行李啦，一半，咱一人分一半啦，吼，啊你分 A， 啊这一人的四块岛你分一半，啊迄一半是偌济呢？小小呢，我等下看。苏联有讲这两地要行迄啦，伊讲占的啦，这就是那合约条约无写着，伊会当讲占这啦，吼。来，迄等下我讲吼。来，台湾主权的状况，即个怎样讲？咱台湾安那建立主权吼？伫迄个1895啊，20年来，日本入来，我那辛苦入来，跟迄个原住民拍啊，挣20年吼、哦，到20年后，他真正台湾统一了吼。20年后，1895到1995吼，他变作台湾1915啦，吼、哦、20年啦，吼、哦，他变作。啊，37年开始实施皇民化，1937到1945，哈、哦，皇民化。啊，来，这重要紧的，这咱一定要记得。1945年4月7日，这日，就是日本天皇下诏书，并和台湾并作日本的领土。4月7日咯，并作日本的领土。啊，哪并作日本的领土了？领土会当挂来挂去未？未当啦吼！安那呢？伊开始会当伫遐征兵，古早拢叫做军夫。安那4月7日以后诶，佮变作征召诶，变作皇军了，皇军了，佮变作部队了。较早台湾征召诶，迄阵也个殖民地诶时阵调去诶，拢啥军夫吼？足侪人咱诶爸阿母啊，迄辈诶，足侪人去调去做军夫啊吼！啊来。这并是在台湾依法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如同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的领土一样哈、哦。啊，开罗宣言哈、哦，开罗宣言拢讲日本人对中国偷得的领土哈、哦，加拢有影偷得的啦，满洲啦，哦，迄去占的嘛。啊，这个含这个嘞，人都割让的啊，人搁比用国际法要变做领土啦。啊，所以这个开罗宣言，无一定是对。我用一个简单讲一个就好。开罗宣言吼、哦，有讲到迄个琉球啦。啊，当时有跟蒋介石讲啊，琉球吼、哦，咱两个来共管咁好啦，吼、哦。咱美国跟你中国来共管琉球啦。啊，开罗宣言内底有写哦，中国跟美国共管。唔过，古古山合约写出来先，1952年。旧金山合约拿出来的是什么？原先由中美共管的构想，而演变成美国单独管，这足以证明罗斯福和蒋介石之间的开罗会谈内容，并非绝对能成为对日合约的条款。对日合约，啊是讲旧金山合约内底无采纳的，迄个会议的记录了哈，哦，开罗会议的记录没有采纳，结果拢无。就是那和平条约拢无迄个，我是用一个咧，要滚下条咧，无迄个吼。啊来，啊什么是德黑兰会议？咱较毋捌听到吼。是安那呢？开罗会议是迄个美国、英国啊，含中国蒋介石三个参加。啊，因为苏联是斯大林讲蒋介石若参加的会，我拢无爱参加。吼、哦，伊支持共产党啊，啊这个国民党含共产党拍啊，伊讲那伊不爱参加，啊，所以美国、英国吼头疼，讲哦，啊，我开罗会议开了吼，诶，过日，
二七啊，咱开罗会议写十一月二七咯吼，恁注意看，我即摆用这互恁看，就是讲，你写开罗会议的时间吼，恁都要注意讲，开罗会议是十一月二七啦吼，但是足侪报纸、足侪以后的物件写吼，拢写十二月七，是啥？就是写这个啦。因为伊过去就随开会吼，伫伊人的首都德黑兰吼，我拢讲，什么条约，就是伫什么所在开叫做什么条约，伊这伫伊人的首都德黑兰开的会，即摆无叫蒋介石换迄个。斯大林跟英国、美国来开，这个叫做德黑兰，哎，赶快，因内容赶快啊！所以哦，足侪英国的车啊，是写啥？伊拢会写讲开罗会议定时开的，定时发表的，十二月七，因为这两个讲啦，所以十二月一号啦。哦，所以你若看到开罗会议讲，哎、欸，啊，明明都写十一月二十七号，啊，是安那有很多。英国的都写十二月一号，就是咧写这哈、個，你怎样哈？这两个条约一样的条约哈。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这是开罗宣言，十一月二七，因为二二到二六开了二七，宣布讲开罗会议哈。啊，德黑兰会议咧，一礼拜一直开到到七，啊，所以这两个都要查，就一个蒋介石啊，一个斯大林哈，好、哦，诶、哦，分别哈、哦，来，啊，这个日期要记咧，1945年四月七，这是日本天皇下诏书，哈、哦，实行成为固有领土哈、哦，这是，啊，我过来，那个1944年六月六号是里内，就是诺曼底哥大登陆，哦。啊，要不无一当后，没有一年，这个德国就投降了哈。六月六日到1945年五月八日，纳粹德国在柏林正式投降。啊，咱日本当时个投降，八月十五，对，日本冻较久呢吼。迄个德国冻到六月初六就叫要去啊，剩日本家一个咧作阵啊。来，啊，波茨坦。嘿，咱我写这出来无，我互咱知影吼，波茨坦这个宣言是咧讲啥呢？你记咧，就是要劝告日本赶快投降。你若投降，我互你优惠条件，你的军队拢会六军人拢会当转去，啊，你的什么拢互你优惠啊，什么啥会当工业会当发展什么啦？波茨坦宣言几十条拢咧写讲，你若紧投降，我互你上优惠啊，什么吼，袂顺安尼袂甲你。歼灭啦，袂甲你弄到到死啦！波茨坦宣言，迄、那个七月，吼、哦，啊叫你本军投降啦。啊，伊个七月十六号开会吼，是由咱美国、英国啊、跟苏联开三个国家波茨坦宣言，哦，要啊那叫日本接受投降嘛。啊，但是到要签字的时阵，斯大林吼唔敢签，啥唔敢签，伊吼。哎、欸，苏联有啦，足黑啦！伊跟日本也阁是日苏友好条约啊，伊袂当去签这啊。啊，叫蒋介石无去开会，啊，叫蒋介石来签字。啊，所以这个波茨坦宣言吼、哦、是英国、美国跟中国签的啦。吼、哦，啊，中国无去开会啦，蒋介石无去开会啦，因为伊都斯大林无爱蒋介石来开会，伊无爱跟伊做伙啊。啊，到当时较黑呢，八月七八。苏联要个好友好条约，对日本宣战，伊才阁补签，所以变做有四个人签啦，吼。好来，啊，八月七日，第一个民主团体，绝对，希罗西嘛，吼、哦，广岛，啊，阁三十楼，伫那个萨基，吼、哦，这个第三个较要紧，第三个。因为一个友好条约的咧，伊伫八月七八中间，赶紧对日本宣战吼。因为迄个苏联吼，德国遐输了嘛，投降了嘛，所以伊当时跟德国咧战的时候，惊日本对这个拍伊就死啊咧，啊这个较紧巧了吼，伊就吓掉了，伊讲好来，一个友好条约，伊就对日本宣战了。啊，宣战了吼，八月七九，伊就迄、那个。虽占东北啦，啊，东北吼是安那开始向经济又占着，才是好像冤枉啦。迄阵日本的情报错误，将台北的皇军吼两支作用的皇军吼调去对呢，调转来咱台湾，是安那调转来咱台湾？
迄阵惊讲美国要来侵略台湾嘛，迄阵一直咧空袭，一直咧啥，惊美国来，所以将红军两师东北遐调来台湾守。可是伊讲对琉球去啊，无来拍台湾啊，打啊还是温州吼，放空人叫苏联啪一个就占了了吼，实、哦、是日本诶苏联诶诶，看日本宣战吼。日本的导航上的，伊还佫这两粒原子弹，还佫唔是主要的。苏联来个宣战哦，伊较吃力的哦。啊，所以日本天皇伫八月七十哦，就透过瑞士跟瑞典吼、哦、两个国家向中美英苏四国召会讲好，我接受迄个波茨坦宣言。接受波茨坦宣言是甚物意思？就是要导航啊，吼、哦。波茨坦宣言，我拄仔才甲恁讲，波茨坦宣言就是咧叫你日本投降，啊，我予你优惠，啊，伊接受，哦，伊接受啦，哦，日本接受啦，啊，所以讲这个时间伫迄个八月十五七点，政府同时宣布接受日本的投降，哦，啊，这九月八月二八，盟军开始，迄个伫日本吼、哦、接受投降啊吼，九月初二。在日本啊，这个中国、美国这，好来，较要紧的是麦克阿瑟，这个麦克阿瑟迄个第一号命令，这个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不是麦克阿瑟家己下呢，这个美国国会通过，总统下呢，美国参谋的协会拟定，1945年8月14日由杜鲁门总统核准，授权麦克阿瑟将军9月2日对日本受降日发布命令。美国为日本台湾的征服者，有权分配盟军占领区。哎、啊，这个安那分配呢？叫做一号命令吼、哦，这个 General Order Number One 吼、哦，有13条了。其中的第一条是咧写讲，什么人去，唔是去对要好你咯？什么人去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哦？吼、哦，来，伊和蒋介石三个所在，中国。遐日本军向你蒋介石投降。第二，北越。第三，台湾。有三个所在，你遮写，你遮我写一条。第一条吼，中国满洲除外啦，满洲叫苏联接收的啦吼，苏联。台湾以及北越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好来，第二条，温州、阿含北朝鲜、北韩、阿含库页岛向苏联投降。第三，哦，过一大堆一大堆啦，什么泰国、缅甸啦，什么向盟军东南亚司令部最高司令官蒙巴顿将军投降，哦，哦，啊，第，哦，这种新人向对投降的嘛，啊，日本主要日本军，日本的本土是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来，不是来遐要给你，是干那迄个规定是讲向这个人。投降，军队向这个人投降了、哦、所以用蒋介石啊，中国吼、哦，就满洲是叫苏联向苏联投降嘛吼，啊，苏联用来掌和中国共产党啊吼，啊来北越有去无？伊派迄卢汉将军20万部队，20万军队吼、哦，去越南的北越了吼、哦，啊，去偌久？去？6个月呢？是安那？迄个所在在咧经营啊，啊，百姓在咧经营啦。啊，你军队要去抢，甲抢有咧，半当就赶咧走。啊，来到台湾咧，吼、哦，有说是米也有，糖也有，啥物啥？吼、哦，啊，占台湾咱歹运咧，搁叫蒋介石来，咱占一个，咱能一来不回去啊？好、哦，一来不回去，真正都永远占掉咧，吼、哦。啊！又去北越咯，去半东了。哦，啊，台湾哦，迄阵派出代表啦，什么中国国民党啥啦，啊，台湾林林献堂啦，怎样？林茂生啦，啊，到这这三个哦，拢28虽然代表哦，代表中国政府哦，228拢变变，即几个啊，228拢变变。啊，228的受难者阮美珠因老爸，哦，迄阵嘛欢喜啊，讲哦，我们要做中国人啦。哦，黄衣个，哎，搞个变变，哦，是啊，228的这个，哎，好来，接掉哈，
来，8月15日本无条件投降，啊了，10月25，蒋介石派陈仪代表民军伫台北接受日本的投降，这实在照法律讲个，叫做终战日啊。啊，不过蒋介石个用作啥？台湾光复，啊，咱正白的人靠为了光复嘞，哦，咱是正白国靠为了免咱光复啦。啊来，过当年1月12日哦，行政院一纸公文，这个公文我一下查出来的是杰山市第0397号训令，就将所有的日本台湾人变成中国人了，会当用命令的，要变更国籍哈，第一个国际法的内底哦，我给你写个足清楚。哎呀呐，自动，还有你家己意愿，还有合法，这国际法规定个，啊，唔是咧，伊一张公文就甲你写讲，哎，恁拢变中国人，这拢违反国际法，啊，违反国际法，有人抗议无？有啊，英国跟美国拢出来抗议啊，这啊，英国大使馆啊，这是英国啦，英国驻华大使馆用的，哦。啊，用的我个有甲拍出来，拍出来给我看吼。伊这是迄个1946年3月和8月两摆哦，拢有驻韩公吼。哦，你袂使，袂使，不能自身将台湾主权由日本转移中国，应后与日本订立和平条约或其他之正式外交手续后，因此台湾虽已成为中国政府统治，英国政府欠难同意，台湾人愿意恢复中国国籍哦。迄、那个英国有抗议，啊，迄、那个美国也有哦。伊说美国伊英国是3月8月，美国是9月，嘛是讲表明与英国立场完全一致。啊，迄、那个国民党政府写讲啥？为方便管理之暂时措施，伊嘛唔敢讲哦，本来就是伊嘛讲暂时措施，就是暂时了，煞变冤枉了，哦，诶、欸，变冤枉了中国人啊。这张是要给咱讲，当时伊违法的所在啦。应该啦，照人法哦，这个民政府哦 ，TCC 为台湾民政府哦，因为被占领的台湾人所组成，并为被啊引来占领的前移在做台湾政府啊，应该是咱台湾人啊，唔是你来占领的。啊，军事那边较你来的，应该是咱讲 USMG 啊，这 ChinaMG 啊。台湾警备总司令应该说是引来的，无唔对。但是这个政府应该是咱台湾人，伊这拢违反国际法啦吼。啊，复兴是这卖卖，后来来加个过来较要紧哦，就是这个台湾 authority， 台湾自拄我只有小话讲过了，台湾治理当局哈。因为1979的时阵吼，跟迄个美国跟中国建交嘛，啊，所以麦克阿瑟迄个关系法。无效期啊！爱较赶紧制定一个台湾关系法，和这个台湾 authority 合法代替美国来占领，哦，这是法律上。来，1979年美国个断交，美国国会制定 TRA 台湾 Relation Act 代替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 ，General Order Number One 哈。哦，这个台湾关系法哦，我甲各位讲者，这是 people on Taiwan， 咧讲 people on Taiwan 哦，唔是 people， 唔是咧讲咱台湾人哦，咧讲台湾关系，美国嘅台湾关系法是管的所在是 people on Taiwan， 挂马英九啊，挂人家家中国人，拢是受这个台湾关系法都爱遵守这个，唔是咧讲咱台湾，咧讲咱 people on Taiwan 是倒一条条约咧讲嘅。旧金山和平条约，哦，是在功德。哦，来，不包括迄、那个，对我讲，台湾关系法哦，金门妈祖台湾关系法管袂到呢，哦，美日安保条约，黄那红的到台湾呢，金门妈祖日本安保条约无管伊到遐，无红伊到遐，所以咱就安的啦。迄美日安保条约管台湾，金门妈祖无保护着啦，干保护到台湾尔。美日安保条约就是管到台湾吼。好、哦哦，来，哦，这要紧嘞，古时阵合约，隆重吼、哦。
有迄个52个国家开会啦，啊，有3个无签啦，苏联、波兰、捷克，因为这两个拢是对老大在行，啊，这个因为旧金山吼，拢无讲着北方四岛，吼、哦，拢无讲北方四岛都要和苏联签，所以未搞跟签嘛，迄个旧金山合约，苏联唔签嘛，啊，佫都要佫上等于恁国的国会通过，佫三国佫无签啦，所以剩46国啦，吼、哦。啊 ，ROC 是中华民国 ，PROC P 是 People 人民的哈，人民共和国，伊拢无在这46国的中间的哈。好来，我即卖要讲，这先系就是第二条关于领土的所在哈，就是咱有关的第二条的 B 啦哈。台湾澎湖一切权利，放弃主权权利，相对的人需要负有主权义务了哈。啊，北方四岛，我拄仔只甲咱讲 A、B、C、D 哈 ，A 偌大 ，B 咧 ，C 咧，1500，D 咧，啊，伊讲迄两队比赛，赢你就不啦，大地伊都无要赢，伊讲啊你四地，咱拢想讲啊四地赢一半都袂歹啦吼，安尼啦，两队合计一块块啊比赛尔啦吼。苏联咧足奸诈啦！你看，前安咧对日战争吼、哦，后来这个签约吼生效，对安那呢，将董事长跟总经理也分落开。这个人伊代表董事长，佮代表总经理；崇光会代表日本天皇，佮代表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就是那时总经理共款，天皇是董事长。这个人代表董事长，跟代表总经理出来签约的。哦，你知影？要签约吼，是天龙是天龙，政府是政府，哈、哦。来，拢总27条哈、哦，全部都没有对日本天皇处分。啊，所以台湾这块土地是啥个？要个天龙的啊！你啊合约也无甲写讲，我这块土地爱行人啊，爱啥啥无啊？哦，来27条哈、哦，你唔通逐条拢去读啦。遐侪条，傻傻的金条无半条。我甲你讲，咱来对几条得啦吼。咱实在是有两条爱知影的吼。哦，所以拢无对日本天皇处分，所以日本天皇保有所有权的吼。来，这个恁记起吼。对台湾土地有关的是干哪2米、2、3、4米呢？台湾土地27条内底，唔免逐条去记啦，你记这几条得记。第二条的米，23条，啊，含第4条的米，这3条得，含咱台湾自身的关系，吼、哦。啊，第二米讲啥？哦，咱不是咧大概咧讲，日本放弃台湾澎湖岛一切权利、名义和要求，放弃主权权利，相对的哪些负有主权义务？这是第二条米咧讲台湾这个土地啦，吼、哦。啊，来23条是咧讲啥？古今山约23条咧写讲，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哦，美国有权当占领的，即个美国为迄个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principal 的主要 occupying 占领，美国为主要占领全国，美国是主要占领国家哦。23条，关系到咱台湾的生死，美国占领的哦。啊来，这是3条，我甲你讲2米、2、3，啊看。4米，4米还没讲着。4米是咧讲啥呢 ？USMG 美国军政府，有人讲，嘿，啊，你咧美国军政府，伊个我别讲诶，无啊。伫4米诶内底有讲着，就是讲着即个4米诶，4米吼，就是讲着，有咱说美咧啥咧讲法变，就是 USMG， 吼、哦，3条咧，啊，剩诶吼，搁加2条。迄是跟中国有关联的，跟咱台湾无关联。我加2条对2条呢，我甲恁整理出来吼，就是第21条，国军三号的21条吼，咱知影就得了吼，是咧讲，到中国安那得到什么相关的权益了吼？伊即个有21条有写着讲啊，中国会当第十条，啊跟14条的 A， 吼，这是21条讲的，好来。哦，讲14条 A， 啊，再讲拥有是不是？啊，搁在26条，26条是咧讲啊，你中国会当跟
台湾来签和平条约，中日和平条约，哦，迄跟咱台湾侪无关系，迄拢跟中国有关系。咱有关系，迄三条我咧讲诶，2B、23、4B，啊，这21跟26是咧讲中国嘅部分。剩咧咱拢免去读啦，剩咧拢跟咱无关系啦吼。恁记得要读古书，要恁人去甲编原文，还是翻译诶？你这五条，哦，三条就好啦，三条讲个读个清楚吼。哦，所以美国是占领全国，所以美国总统安那，哦，咱伫咱的主张内底，哦，咱的主张内底都拢写个美国总统握有这个哈、哦，来台湾真实的国际地位，日本天皇所属，美国总统握有占领权哈、哦，啊 USMG 就是美国军政府，啊 ROC 代理，这是袂使写 ROC 的哈、哦，这都要写台湾 Authority。台湾治理当局了哈，美国无承认 ROC 了 ，ROC 伫世界上，那伫美国的日程内底无 ROC 啊。好，啊，咱正讲呼吁美国总统，伊在迄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结论：日本天皇保有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哎、欸，好来，台湾人的证明，你要来证明你是台湾人，身份证一定要办哦。我上上礼拜去美国，啊，入去了，要搁坐国内飞机，哦，我即阵也退出来，因大家看下讲，哎、欸，哦，美国欢迎诶，啊，所以拢有效，我拢免搁提 passport， 免啥，不，要入关爱 passport 啦，因为 passport 入关，啊，伫美国国内哦，要坐飞机拢爱搁 passport 啊，我人提一张出来吼 ，OK， 哦，台湾人，你台湾人，正港台湾人，你蛮看一张不完呢，真正有效。伫美国会用哩，会用哩，吼、哦！啊，那我本来拢想讲啊，那无好嘛，袂要紧，穿一双爽的，戴伫身躯。我是台湾人嘞，吼、哦！1000块了，还是个台湾人。但是有路用啊，真正有路用的啦。唔是我太太讲啊，卖提一张出来，提出来，甲人甲咱刁难嘞。哎、欸，国好世界嘞，一日落去吼，我太太也惊，叫我唔通提出来，我天天那个提出来，哎、欸，还佫有效啦吼、哦。啊，所以，佫加两三分钟啊，哈，剩剩九分钟，我佫。啊，讲台湾的台湾人拢唔是啦吼，哦，然后这拢中华民国的吼、哦，这拢中华民国，啊，这钱嘛拢中华民国，啊，4块4万多1块，这张上有效啦吼、哦，这张无提这张，那无路用提送的也好，但是别日啦有这张吼、哦，明年过吼，中国要发行迄个中华卡，迄、那个台胞证要注销，要换中华卡，啊，你即摆啦，搁签中华卡，开登去中国，啊，到时有中华卡，咱这拢唔先，那无这吼、哦，你袂当签到时的迄、那个。台湾国民呢 ，TWH 啦吼，所以我先甲各位讲者，若要佚佗，趁钱紧去中国佚佗，用迄个台胞证去佚佗，到时明年吼6月，伊出中华卡，啊，你若去签中华卡，那阵有记录，啊，别日啊，那阵听讲咱遮会无啥要承认有迄个中华卡，就是讲你也是中国人啊，你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呀，到时拢要排除，无双股管，无什么啥会做这个动作了哈。啊，这比如台湾，比如往台湾，这要注意了哈。啊，什么是台湾人？1945年9月初二，以前啊是伊的后裔，遐人才是台湾人嘛哈。好、哦，啊，这拄仔才有讲过啦 ，Chinese Taipei 哈、哦。来，这中华民国王牌有看过嘛？哈，哎，好，你这政策伫南京呢？南京的中山陵墓这个呢？1912年到1949年，这中华民国的王牌伫遮，伫啊，真正，我讲安无过分啦。啊来，哇，这个吼、哦，嘿，民进党吼、哦，吼、哦，你随时有影，你若读伊的党章吼，你会歧视呢？你会歧视？安那歧视？来。1999年5月9日，民进党第八届第二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通过现在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哈。现在我被公告了，其主权领域基于台澎金马附属岛以及符合国际法规领域。台湾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了。你讲还是啊？未是？民进党讲咱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了哈。不要讲日本的，讲乌白过来，是不是说乌白过来？乌白来啦，乌白来啦，吓！民进党说，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伫美国的内底，中华民国是死啊呢，无这个名词啦呢。哦，伫美国的内底，你去要去签证哦，无 ROC 这个有 China 有台湾，啊，我这个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安尼安尼颠倒是非啊，头壳无清楚啦吼。诶，无使伊去签迄个，迄个税金吼，迄是去签的呢。你讲独立关税领域，啊，李登辉问讲，啊，你是签这以前，伊讲，啊，都美国讲啦，签这个就会当加入迄个 WTO 啊，啊，伊就较签，伊也唔知啥物意思。台湾独立关税领域区吼。你去个查，你上网叫嘛？什么叫做台湾关税？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区？就是被占领区了。它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台湾是被占领区了。哦，事实讲就是安啦。哦，我剩搁加两三分钟啊。哈，哦，啊，这个，你看，啊，叫菲律宾，咱迄个人叫菲律宾个部队敢拍死，哦，要去宣扬哦，要啥？头下出去拢唔敢动，到尾出去耀武扬威，是啊，耀武扬威。中，伊个秘伫下骹，顶面拍美国个，菲律宾看着讲啊，老大也来啦，你吼、哦，做你啰嗦，请你继续搁巡，伊话啊无一支机啊个，伊去菲律宾就跟菲律宾抢嘞，吼、哦，这台记得见啦，啊，这台我唔讲，这是马英九有想要做民政府，你知哦？伊伫去年迄个要上任十三任的总统的时阵，伊伫总统府内底有用一支呢，伊想要做民政府呢，伊也想要做，啊，不过吼，啊，来，我赶紧用迄个两条法律，这拢卖讲啊，哎，两条法律我甲各位复习一下得。哦，这平潭岛咱知影啦吼，好啦，啊，这美国吼，你若拍入去 AIT 吼的服务吼。啊！你甲拍 S 啊吼，入面吼，都这出来啦。就迄、那个你甲拍中文入面，出什么？没拢绝对拢无 ROC 啦。吼、哦，我唔是要讲，要讲华丽的整理。来，咱初级班应该爱知，初级班知影两条尔，高级班爱知影五条。第一条，咱拢知影，即军事占领不得移转占领地主权，吼、哦。第一条哦，初级班都爱讲到这啦哦。啊，这吼我拢有甲查个，是美国野战所说第六章什么什么什么，这唔是乌白讲的哦，这拢是有迄、那个有迄、那个对经典美国的法律国际法去查出来的哦。来第二条啥？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哦，咱这两条啊，哎，而在流亡者，那、啊、这是抵制内外暂时保护平民公约第四十七条，占领者不得在占领地建立新国家的规定。好来，过去本来阁知影三条，迄、那个占领国，因来甲咱占领，伊爱保护咱的生命财产，因此不得对占领地危害人权的，是不是？啊，有，后世有对咱保护无？无啊，四万换一块，啊，逐项甲咱甲剥削，什么啥哦，拢无就是国际法的吼。啊来，第四条，避免人口是迁入或移出占领地区，啊。民国三十九年一挂带几十万的迄个难民吼，唔是农民啊，难民带迄个，迄照国际法也未使带过来呢，占领地未使呢。来最后一条，国际的变更有三个，啊，咱国际班都爱搁加这三条起来，头下迄两条初级班都一定爱背较足熟啦吼。哦，林志升控美案吼，这。这些都免讲啦。来，这条人干啥？本土台湾人乃处于政治炼狱，这炼狱吼，英语一条写 purgatory 就是苦难啦，苦难中啦，另外咱反条听无，伫苦难中啦吼，嘿，这一五条迄个是政治炼狱是政治的苦难当中，英语的翻译吼。啊，这都免讲啦，这唔免讲啦。这几条吼，就是诶，古尼年呢，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土地了。这古尼他主席博下了哈。哦，来教会迄度免讲了，我想时间超过了，超过五分钟了。我想到这吼，啊，加甲各位占几分钟哦。啊，多谢各位。各位好，安请起立。下嘞，哈克休困，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